彰化县一间内衫厂商业者举办内衫厂庆活动，对即马开始连续三天伫咧园林甲大家见面。今年业者打造了浪漫南化庄园，干嘛是个设计打造上水打卡景点，同时现场嘛有真侪优惠的商品，业者欢迎顾客伙仔做回来同乐。时间一到，伫个倒数声音当中，马上就冲入会场内边。彰化县一年一度内衫秋庆嘉年华就伫今仔日正式登场，时间也未到，门口就摆满了准备要抢买的人潮，看起来每一个人早就选好要买的内衫，有人甚至是骑大袋仔去装，不管寸尺有合也是无合，先抢再搁讲。今年业者打造浪漫的南化庄园，干嘛想设计打造出上水的打卡景点？同时也可以用很大心的介绍来买内衫裤。业者表示，今年新春好彩头，居家保暖的衫来对抗寒流，也有专区消费好礼送不了，而且每一件商品都有特别的优惠，就是要让大家买了欢喜快乐来过新年。寒时三更的秋庆嘉年华不只是好买好洗，也阁好翕相，每天也阁推出精彩的表演活动，规家伙仔大大小小都会当做伙同乐动作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是曼代马莲马登马朵的厂庆嘉年华。那这次的话，曼代马莲的活动时间是12月9号、10号、11号。那在我们园林总公司限时三天开放。那这一次我们也打造了一座就是非常漂亮的南化橘子园。那这个橘子园里面有很像丰收，然后很温暖的橘子感觉。那也非常多的网美跟小孩跟亲子全家都来这边拍照。那拍起来效果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曼代马莲马登马朵的厂庆，来跟我们一起同欢，然后来南化玩一下出国的感觉。另外在现场也有抢福袋活动，每一个都是很优惠的组合。今年呢，我们在曼代马莲特别推出这个168福袋，这个是每年哦，我们在开幕的当天8点半会限量发售，所以现在现场也已经非常多的人来排队，因为这样子一包168的福袋里面价值超过2500元，所以非常多的民众哦都知道来这个抢好康，然后有一个抗涨，然后抗通膨的优惠，所以这168福袋是我们限量100份，赶快来哦。中华这间内衫业者推出年度拍卖活动，百万领的内衫裤要来回馈乡亲，现场还有为拍卖特制的独家商品，并且还有抽购物金的活动，欢迎大家做回来同乐，跟好朋友相招来南化庄园浪漫一下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冠霖采访报道。